今日喺 Facebook 裏邊咧一個 column 叫做《似水流年》咧，咁佢就播咗阿汪明荃好多年前喺台慶裏邊表演咧，就著啲漁網，非常之 sexy 嘅，而阿姐嘅身份咧係非常之突破噶啦嚇。咁其實咧，我就都幾欣賞阿汪姐去做咗人大之前喺無線嗰啲嘅表演嘅。非常之硬朗嘅表演啊，尤其女強人嗰種性格，即係喺個年代嚟講係好突出嘅。咁我就都幾欣賞佢做電視劇嘅。唱歌方面就真係不敢恭維啦，老實講句，佢做咗八部會長，我相信都係政治因素咧，同埋亦都係都欣賞佢嘅咁夠膽。咁但係有一首歌咧，我就係唔知點解我會好中意，但係相信大家都應該都熟悉呢首叫做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。